那你一摸就跑掉了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ji， AKA Pretty Boy。嗯，是 Pretty Boy。干你啊！I still love you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我很常在玩的手游，叫做《漫威超级战争》。听起来很土，但是呢，真的非常好玩。那这个《漫威超级战争》呢，它是由网易游戏公司推出的 MOBA 类型的游戏手游。那什么是 MOBA 呢 ？MOBA， 那就是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。要偷看一下，中文翻译就是多人线上战术竞技游戏，多人混战。你可以控制单一的英雄，然后呢，主要会有分有三条兵线，然后连线到对方的主基地啊，是主基地，不是地基主。OK， 不要搞混。啊，只要摧毁对方的主基地呢，就算获胜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是完全没有玩过任何一款的 MOBA 游戏，我就是因为都没玩过。那这一款的操作呢，算是非常简单又好上手的。那我会喜欢的一个更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漫威的粉丝，那里面可以操控我喜欢的角色去做战斗。那现在来大家看一下游戏的画面，来了 Marvel， 大家最熟悉的画面，看到怎么样？这个两边人马非常的帅。那他在8月12日的时候也会出金刚狼跟秦格雷，这也是大家算是很热门的角色啊。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务必下载一下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角色部分，它有很多像是复仇者联盟热门角色，这个啊，奇异博士好不好？帅的，那他是走中路法师。然后像我最爱的史氏，有很多种不同的造型，好不好？里面有喜欢的也可以氪金买他的造型，他有时候也会免费送啊。那最重要的呢，怎么可以错过女生角色呢？来看看这个猩红女巫，嗯，多香啊！哎呦喂啊！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好啦，讲那么多也没屁用啦，直接实战一场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一下我中路霸主的威力，综合钢铁人、漫威中路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今天呢，光打游戏也是蛮无聊的，所以呢，我要召唤我的雷神之锤。这雷神之锤很雷耶，搞什么？我们该相信故事。差点整罐喷光。今天游戏规则就是十几次喝几杯，十一次喝一杯，十两次就喝两杯，直接开始排位排起来。进去。今天我就是要玩钢铁了，让大家看一下中路的威力。大家现在是目前 ban 了四个角色嘛 ，ban 了萨诺斯。还有恶灵战警欢欢，欢欢他有出现在14的电影里面，迷境魔蜘蛛的那个反派就是那个鱼缸哦。OK， 角色都选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这一队呢，打野是暗夜无心，然后我的钢铁人是中路，然后下路射手的话是浣熊，上路蚁人辅助螳螂女。哎呀，先喝一杯下，先来壮胆一下。哇、哦，舒服，等一下可以屌虐对方。嗯哼。OK， let's go。 No way way， 没有。你们看到这钢铁人飞行的样子非常的帅气啊，完全还原电影里面的样子。对面呢，这个是暴风女，我不知道这个猛毒来干嘛哎。哇，被他吹一个，不要这样吹，暴风女不要这样吹。我没上车。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聚集在中路，怎么回事？买不是这样子吧 ？OK， 现在有三技可以点起来。喂，炸你！炸到！暴风女她的技能很讨厌哦，她就是会弹来弹去的，她的闪电，闪电。OK， 马上清完兵，下路支援我的浣熊。前大家都很乖哦，没有什么大动作。The Avengers chilling, killing. True, true. 对面的上路是谁啊？怎么都没看到？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哎，上面偷干我，我很凶的。再来啊！那猛毒他有个被动技，他是可以复活一次。打
呀，对面打野支援啊。兄弟们，快冲！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就说了先不要。不要！No！干！谢谢大家。没事啊，死一次而已。我有一个助攻啊。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哎，中路跑去哪？打个灯，告诉大家，中路不知道跑哪去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支援下路哦。那我们这是一个下路游戏。哦，所以打一波。哎，你们现在打黑豹还是怎样？先撤！哇！哎呀，刚刚没有喷到他，哇，早就死了。哎呦，上路很猛哎，已经把对方的塔给点掉了。快！拆中路！他们家没人在管我，家里没大人。哎，打野要来了！哎，下路支援。我这个钢铁人的优势啊，就是可以飞来飞去，很容易去支援别路。你别戏啊！你死定了。喷！对。退！先不要！哎、欸，不要！哎、欸，先不要！哎、欸，先不要！哎呦，这蚁人有猛呢、欸！上面这个塔要掉了，帮他点一下。可以哦，但现在没有人在管我。爸爸发飙了 ！No！先不要！我不要！猛毒啊，又是他妈的猛毒！我这是第二次哦，两杯。丢嘞！哎，不行，我要认真了啦。中路之神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不行，上路。绕人，化鸡丸呐，化鸡丸，进来啦，化鸡丸呐，化鸡丸，哎呦呦，杀人了哦，可以哦，有点攻击哦，哎呦，不是吧？哦，干，真的不行了，我不能再死了，再死我就要死了。我觉得很普通。哎，怎么是对方打到？靠边哦，不是吧？干不行，我现在有点神志不清了，必须让他死吧。注意，直接杀一个，点化鸡丸啦！啊，很快！支援一波！哦，哇！所以，白痴啊！
想逃离我的手掌心。阿里要死掉了！OK， 先回家补个血。哦 ，double K 哦 ，good job， 有没有神吧？哦 ，triple K， 哦哦 ，number one， 花小朋友 ，good job， really good job。直接拆一波塔。不要！可以拆起来，拆起来，拆起来！输了呢，这样是靠背，靠背算了，干呢，干太不爽了吧？不管了，反正现在就是上诉一场，我就要让你们知道中路的霸主的厉害。你看，就算这场输，我也是败方 MVP 啊。虽然这没什么，反正就是上诉啦。这场我再输，我看你喝十杯了，我再输我就喝五杯，直接五杯 shot 靠起来，五杯，他办十杯，好，干。这一次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认真打。然后那个帽子怎么办？刚才撩头发，撩刘海。我认真了，各位。钢铁人的优处呢，就是你施展每个技能之后，一定要普攻一下。他普攻会加强，会暴击。谁给我偷偷想啦，他妈的，生气。已经快到喽。不准给我！不是啊，大家投投降哎，就我一个人投不投降 ？What the fuck？ 不是啊，他们好好的投降个屁啊！他打到一半哎，他没有斗志了，没志气了吧？我等一下就删游戏，大家看完这个知道这个游戏也没关系了，我也不会再玩了，就这样弃 game 烂。Motherfucker！ 好啦。最主要呢，就是希望推荐大家喜欢玩这种 MOBA 游戏的，加上你又喜欢漫威的，那推荐你赶快下载这个漫威超级战争。所以大家喜欢的赶快下载，有下载的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让我加入你的 ID， 我们可以一起来排位，好吗？啊，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追踪我的 IG， 这样只要我新影片，你就会收到通知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按你的按赞分享，直接被消失哦。对，干扰，真的干扰。难怪你觉得少了什么，那再一次吗 ？Sorry, sir, I thought you were done. No, forget it.